超级感谢乙乙225元的 donate。你是说念成琪琪吗？我已经特别去谷歌查过啦，这次没叫错了吧？OK， 正片开始。嗨，各位宝咖咖，我是乐咖。今天居然抽到了一个没技能的普狼啊！在这种每个人都天生拥有技能的时代，身为一个白板的我，究竟该怎么凯瑞队友呢？就让我来玩给你们看吧。其实开局的时候就跟平时差不多，假装解解任务，暗暗破坏就行了。乐乐，哎呦，突然叫一声错机嘞！队友已经按了通讯中断，七号看到我之后就直接回头追我哎。哎，你在干嘛？可恶！原本想说可以把七号引来厨房角落刀掉的，结果居然有一个五号在这边加工食物，哪有这么刚好的事啊？让七号捡回一条小命了。七号，你干嘛？七号，先刀你好了。好不容易饶了你一命，结果又跑来送死，那就休怪我没给你机会啦。但后来想了一下，这种会一直跟着我的宝咖咖，有没有可能是小丑啊？如果是的话，好像蛮亏的哎。嗨，乐咖，我们都穿一样的衣服哎。嗨，跟着大伙儿来解通讯。哎，我先讲，你这样子啊，你这样子。哦，既然十号这样讲的话，代表说他可以看到场上有几个幽灵，他是女巫。可惜我这场不是狙击手啊，等等看有没有机会去跟队友讲一下十号的身份，让他来狙击。话说我队友是谁呀、啊？我连我自己队友是哪一个都不知道哎。我的淘汰券又冷却好了，看一下其他人在哪里。餐厅很多人，原本想说把他们关住，没想到刚刚已经关过了啊。二号跟四号在这里抱团，没办法出刀啊。照目前看来，后花园的尸体藏得很好哦，都还没有人发现，还是说是被掘墓人吃掉了啊？哎，面刀，马上再补刀啊！怎么还有第三个人啊？我操！刚才是什么情况啊？乐咖好像中刀了，那个时候我从酒吧走下来进去监控室，然后乐咖好像把七号刀掉，然后呢就莫名其妙又来了一个闪光，然后六号就倒下了。难道还有其他人吗？我都不知道是谁了，反正一号中刀了，怪怪的。啊，你怎么不会觉得说是我看到六号面刀，所以我才把他枪掉的嘞？现在带枪的好人都不好当啊！虽然说我真的是狼啦。这局有掘墓人，严重怀疑是五号，因为他刚刚已经跟我跑到接机厅了，然后已经有尸体了，他是应该闻到死亡气息又跑回去想要掘尸体，但是乐咖面刀就先飘乐咖，因为他才掘一具而已，五号这边才掘墓人哦，因为他有往回跑，往回酒吧跑那边。那我觉得我可能会跟十号跟票先出一，那我觉得乐咖应该会跳那个带刀好人，就这样。八号，你都说了你是先看到一个闪光，然后我才动刀的，那你有没有想过我就是真的是那个好刀，我这个技能好不容易才发动一次，然后你直接踩我是狼，我是看到面刀所以才出手的，没错吧？啊，我这个狼刀绕了地图一大半圈才终于有用到，我也没骗人啊，你说是吧，各位？可是我没有很想信，国宝四号，然后我有金水大厅演奏，真的要票乐咖吗？他今天偏可怜，怎么那么可怜？他跳带刀，可是我没有很想信。25宝啊，五号掘墓人，然后乐咖是什么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乐咖是真的带刀还是其实就是狼啊？欸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乐咖很可能是真的好人带刀，我不知道啊。如果他是狼，就是我在晕。然后我真的不是掘墓人，我为什么要回头？是因为我要去做任务啊，然后准备去打游戏的时候就被拍过来了。为什么回头就已经掘墓人啊？我只是单纯想要去做任务而已。你刚刚路过酒吧，为什么不去做？好了，没关系啊，你听八号的、啊，如果你要票我就票。反正我这个职业也挺烂的，反正我觉得可以给乐咖上片的、欸、没有啦，票我啦，票我啦。啊，八号你要带好人赢。其实到这边我已经半放弃了，因为刚好看到面刀所以才出手，这就算真的是好刀也会被票出去吧，结果居然是五号被票出去，老天鹅啊，我还活着，既然没有死掉的话就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。
好人继续给他装下去。你们看，我有帮忙解炸弹哦，还是第一个到的呢。这样还要怀疑我吗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不要问我。就对了，这轮就不要刀人好了，先跟好人互保，免得等等又被怀疑的话，就真的没救啦。但是大家都跑光了，队友又在旁边，还是刀一下好了，然后再把锅甩给队友，让他来收尸，赶快逃跑。哦，都逃到泳池来了，应该没事了吧？假装解通讯中断，这样应该足以证明我是个大好人吧？对不到，对不到，哦，十号拍尸了，三八都死了。我刚通灵，然后三根这两句，然后跑去监控室，就拍到八号的，三号不知道死在哪，然后二跟四是走一起的，不在场的是1912出这两刀，反正他们三个必出二啊。一开始呢，出生在餐厅，然后跟八号一起出生，之后他就说先去解炸弹，后来炸弹就解好，然后接下来放通讯吧。哎，没有，是炸弹是上一局的，这局是通讯。哎，对吧？对吧？我说对。没有，十二号你说错了，是炸弹，先炸弹，然后我第一个到的，我解。上面，然后三号跟四号跑进来，后来通讯中断之后，我到泳池去解通讯。我上一局就说飘我了。可是乐咖，我大概上一局有听得懂他跳的身份是什么，但是我要不要信？如果乐咖是好人，我的狼坑会打在九跟十二。可是十二刚刚在电力室叫我们去看他做任务那个行为，我觉得又偏好。那没坑了。二九十十二。应该都好吧，那就剩下一跟九啊，然后一说跑刀，那就先票九呗，先票公跟九号吧。不是啊，为什么要票我？四号，你刚才不是说九是好吗？现在怎么又踩我了？我不知道啊。那我刚刚是没有在案发地点啊，不要怀疑我，我是好人，相信我，拜托不要票我。其实我从上一局就很想问，为什么队友还不狙击十号啊？他都说看到几个人死掉了，很明显是女巫了吧？你再不狙的话，我打你哦。狙击手应该不在，你看十号跟我的身份都这么明显的狙击手还不狙，对啊，那我觉得乐咖就狙击了，我觉得狙击手明显，我都说我被冲你的，狙击手还不狙的话，那代表说他就死了。经过我的强力暗示之后，队友总算是把女巫给狙击掉了，也因为少了一个好人，所以这局就成功平掉啦。现在只要再一刀就赢了，就在地洞里面等好人来解通讯吧。居然没有人要来解，那我自己去找人好了，先去看一下热像仪吧，这样也比较好找到人。队友会不会比我先刀人呢？来不及了。对，队友怎么都不狙啊？队友都不狙啊！我秒出好明显嘞！好险，队友在最后关头有把一个好人狙掉，不然如果十号也票九的话，我们很可能就会输了。虎狼指挥战啊！最后也感谢我们频道会员的支持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请按个赞并且分享出去，然后留言让我知道吧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 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。